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很高兴再一次看到大家，在神的殿中看到你们，好不好？现在有请大家一同来站立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降临在这里，因为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Thank you.
感谢我们的神，因着神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。我们要彼此的来相爱，彼此的来相待。说我们若信就必看见神你的荣耀。早晨我睁开眼睛，
到夜晚，旷野到高山，我们都要来称颂神的名。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。我们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献给神。就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
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。